好得送。你哥这条鱼大吧？大，这家他妈得二来斤吧？够咱们吃吧？费劲，反正我自己我能吃三分之二。你能吃多一些？三分之二？反正我那，哎呀妈，吃还要够吃，哎，这家够用啊！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同学来我家做客了，做一个酱炖胖头鱼，酱炖的红烧的，红烧吧，嗯，酱酱点。哎，你咋意见不统一啊？红烧好吃，家吧，红烧好吃。妈，我同学来了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这俩孩子变样啊，可上不上？没变，他都胖了。妈，我特意买个大鱼。嗯，可不小了。快走，孩子上屋，又冷的。你们进屋，鱼头进屋，溜达。进屋，进屋。哎。张婶呢？我这大鱼这么大，人家特意点名让你做这大嫂，那必须安排呀。之前他俩意见不统一，说酱炖的有红烧的，最后还是红烧的。行，整红烧的。得有十多斤的这个。有。嗯。哎，这大哥干啥玩意儿？不老实呢。那你用那剪子比我这都利索呀。嗯。啊，夸吧就。倒点油，搁点混油香，葱姜蒜大料干辣椒，花生面，郫县豆瓣酱，左庆岩熟酱，生抽，蚝油，老抽，啤酒，鱼头。水、冰糖、香醋、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炖40分钟。是不是搁嫂子喝点？啊，搁嫂子喝点。那能喝呀？你能喝多些呀？一瓶，一直喝。这个。啤酒我就能喝20斤多，嗯，瓶盖。你从小就能那啥？我是后期的，我不是开袋的。天赋，也得有这天赋。好的，出锅。哎呦，真有食欲。我必须得有食欲。撒点葱花香菜。头一次来是不是？咱俩喝一个，不太好意思。我都没吃。吃饭，来吃。吃。哎呀，吃鱼。来，喝点。嗯，来，宝贝，麻烦你拿水吧。麻烦啥？多吃啊。嗯。都在家尝尝啊。都在家就别抓奖啊。嗯，行。大鱼没啥刺啊？没有。嗯，你吃脑袋，你吃脑袋，嗯，脑袋是用吃脑袋补脑袋呗？啥的？我脑袋咋的了？用吃脑袋？你脑袋小点儿，补补。是没钱。大鱼太香了，还要大块。我操！你别给我绷着我。小孩儿啊，我万一绷住翻豆白。大哥，这家最好的那种鱼嘴最香的。谢谢哥。走呀，别这两瓶，来吧。太大了，你跟嫂喝。来，干一个。哎，嫂，我炫一个。哎，吃菜你们都啊？哎，嗯，吃菜，这味道你们吃的还行是吧？嗯嗯，听阿姨话就是没比的。这点菜没比的。嗯。来，干，来吧，来。你干吧，你也干了吗？我在喝呢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
朋友们记得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咋的了？喝多了吧？少喝点儿，像有点喝多了。啥呀？少整点儿，往死喝呢。因为我们来早高兴，你不高兴吗？没毛病。